欢张赫谦在工作的时候很用心，他都会用很真诚的眼神看着你，然后跟你工作。最讨厌就是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毛很多，就是很卡，就是很卡，但是他还是硬要我们再试一下，我们再试一下。嗯，哦，可以沟通，很棒，不好哦，忘动作，就这样。志成跟百鱼，志成百鱼，未来的第三版就是志成跟百鱼版。最后一次练舞是上个礼拜，没有最后。好，希望可以来看，但不用勉强，真的。但，我们真的是尽全力的在做，可是就看你们要不要来看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我真心诚意燃烧着我的生命在做这个作品，它可能没有到很完整。邀请大家走进剧场来看我们演出。And don't give a damn.